你好，欢迎致电速运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您可以说，我要寄快递、查快递、查网点信息。我要合作。很抱歉，我没听懂，您方便再说一遍吗？我想合作。很抱歉，我没听懂。合作。我没有听懂，需要为您转案件服务吗？需要。即将为您转接案件菜单，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。哎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我这个公司想卖一些生鲜食品的话，我该怎么样就是合作呢？和我们网点的快递员。您是说您公司想卖一些生鲜食品是哪一类的？那个毛笋，现挖的那个毛笋，想用冰袋还有那个袋子还有那个泡沫盒包装一下。哎，我明白您的意思啊，先生，那您的地址您报一下可以吗？我们让当地的网点的话领导直接跟您这边安排沟通可以吗？我是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那个后斗门，后面的后，对，陡坡的陡，后斗是吧？对，后斗门。您这边等待一下，我们到时候联系你。哦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先生。哎，你好。这边的话，我们跟领导沟通了一下，他说这边晚一点的话给您回复过去，且明天的话可能会安排一个小时跟您这边对接一下，哎，这边看一下就可以吗？好好好，辛苦辛苦，谢谢您。哎，看一下是最重要的嘛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哈。哎，那祝您生活愉快哈。哎，好嘞，谢谢，嗯。好，再见。嗯。